我有一个梦想是想要学会骑脚车。小时候就是在家帮爸爸妈妈就是拿信的时候啊，有时候刚好看到邮差叔叔他们，他就会觉得他们这样很帅。所以是骑脚车这样过去很帅吗？对，那个英姿。好，那你知道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吗？就是要把我教会学骑脚车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出发吧。好。他今天练的已经蛮好，他只熄了两三次火吧，然后其他时候都还蛮自然，就是他太紧张了，就是他可能自己本身就很紧张，他一直很怕熄火之类，但其实还好，他已经算是初学者当中还蛮就是已经算很厉害的，学的还蛮快，就是只有熄火一两次，就是整体来说学习成果还不错。一部分觉得很好玩，一部分真的觉得太忙了，就是要压又要放又要踩又要干嘛又要干嘛。熄火的时候，你那一瞬间你有什么感受？我死定了，我被董事员骂了，我被杀掉了。那你觉得以你现在对你等一下的进度有信心吗？就是能够很快的就学会吗？有信心吗？一半一半，怎么可以这么没有信心啊？我有信心，有信心哦，有。等一下可以换载我回去吗？不行。记住练习的感觉。